你完蛋了！啊！别，你完了，你卖搞我卡！你赶紧把你肚内底囡仔处理掉，你若是无法度处理，你就是欺骗我，你就是对我无心，到时阵我处理你。好，我处理。啊，不过你总是要花一个时间嘛。我你即马就处理。 好啦，好啦，爸，你放心，我知。啊，这几天天气也无遐热啊，我来这运动一下，行行嘛袂歹啊。好啦，我会注意安全。哦，拜拜。 就去甲王亚婷巴肚内底的囡仔处理掉，证明你对我的感情。我真正唔知影迄几张无意义的相片，会乎你现在无安全感啊？即马王亚婷对我来讲，根本就是找本人。你袂去啊？咱婚礼迄天伊搁来乱呢。迄个找本人的巴肚内底有你拄成的心骨瘤，卖伫遐睁眼说瞎话。你要跟我做伙，你心肝内只会当有我，你的囡仔。 嘛，只会当是我巴肚内底的囡仔，其他拢爱拄着。阿无，我会当前放弃囡仔的切结书，从今以后王亚婷巴肚内的囡仔，佮我一点仔关系拢无。杜成恩，你要杀人，目睭从来唔捌离过。你愈安尼，我就愈无可能放过王亚婷，阿佮伊巴肚内底的囡仔。 我唔是为着王亚婷，我是为着你。以我对周公平的了解，伊即卖一定是暗中派人监视啦，想要找着咱黄华的证据，定爱做。所以咱伫这时阵，千万唔通乌白打趣，敢那害着咱家己啊！你为着要救你的囡仔，其他你唔少做。我讲的是事实，咱即卖每一步拢爱谨慎啊。是啦，你讲的有道理。 完呢，我来动手，去替我阿婆。喂，这是我最后的底线，你莫插手，我就相信你。喂！ 你看我要紧，会当徛徛好。来，这样，我拄则惊着，怎办都领无代志。哦，你安怎吧？杜晨，喂，较冷静，莫这样激动啊！我先替你叫救护车好吧？啊？ 杜承恩，你对我竟然先走去关心王亚婷，我巴肚内底的囡仔，若是有啥物三长两短，我袂原谅你。